大家好，我是门农，久违的声音是吧？很久没有给大家这个说话录视频了。那么今天呢，门哥是特意的又跑了一趟远门，特意的买了一个和以前一样的耳麦啊，这样说话声呢，你们应该就会这个听得稍微熟悉一些，或者说稍微舒服一些。那么今天门哥给大家录这个英雄呢，是这个新英雄啊，植物人杰拉。进入游戏，然后我们依然按门哥的习惯呢，一边录制英雄，一边录制视频，一边给大家解说这个新英雄到底如何去玩，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操作的一些 Feel the 小方 thorns 式。embrace. 首先呢，我这个用这个新英雄呢，就是这个植物人啊，杰拉。他的这个符文呢，大家看到我这个符文呢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回蓝啊，比较偏向于回蓝。哎呦我去！我都选这个新英雄了，这怎么还蹦出来一个死哥啊？我得打个死哥换。他这个二楼是要上单，那也行。那我继续说，继续说，我给他这个符文呢配置呢是比较偏向于回蓝的，因为他这个英雄呢前期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一耗这个比较耗蓝的这个英雄，而且呢他是在中后期呢这个英雄也是需要蓝 buff 以及一些这个特定的一个蓝的上限顶蓝的上限的一个英雄，他不属于一个法术爆发。虽然他是一个法师，但是他绝对算不上一个法术爆发，所以说呢，我们玩他的时候呢，可以把他这个定义为一个跟大头差不多魔血打的一个英雄，所以说我前期符文呢给他配法术穿透、法力回复、法术强度以及这个可成长性的一个法术强度，然后呢，他的这个天赋呢，我是给他偏向于一个增加额外的攻这个防御力的这个天赋。因为他这个英雄前期还真的是非常的脆啊，前期真的是非常的脆，所以说，这个英雄我给他比较偏向于一个走，比较偏向于给他走一个，就比不论是出装也好，打法也好，比较偏向于走大头的那个路线啊，走大头路的路线。好，那么现在进入游戏，很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你们最近催我催的都催疯了，然后蒙哥的 QQ。35856210听到我的这个 QQ 的，麻烦大家都加一下，这个关注一下微博，关注一下空间，其实微博我也不怎么这个留言，只不过是有些事情会在微博上发布啊，然后看一下双方阵容，对面是大圣、吉野、宫崎、蒙森、太野、加野及凤凰。其实这个新英雄呢，虽然它是属于一个法术类，大家都知道法术这个前期打这个凤凰都很难打，包括虚空啊，包括这个妖姬啊，都不一定能把这个凤凰杀掉。但是这个新英雄还真的是这个不能算是克制吧，只能说是跟他互相都有这个彼此的一个优点和缺点，所以说两边呢，不一定谁占便宜。然后我们这边是大嘴牛头这个植物人啊，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杰拉呀什么的，这个战争之影，还有这个德邦总管。我们这边的输出说实话不够啊，输出不够，持续作战能力也不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大嘴是主要输出，如果大嘴死了的话，那么对方猴子可以说是无敌了啊。而且吉野宫崎还属于一个消耗型的一个英雄，如果说德邦前期和吉野宫崎打的话，那么吉野宫崎必然是会占据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无边框。那么前期呢，大家看到因为我的法术伤害并不高，所以说前期买一个多蓝的给他撑撑血，尤其是对凤凰这样的英雄是可以的，可以的。蒙哥总是说这个多蓝装备呢，其实能不买就不买，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装备顶到后期或者中后期是非这个一定要卖掉的。我们既然是这个出装的，那么争取是让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这个多蓝装备呢，其实关键是看对方的英雄到底是谁，以及我们的符文。多蓝这个装备可以不要啊，可以不要。一级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升 W 啊，我建议大家升 W。W 这个技能呢，我们不必要给它设置成这个智能施法，因为它这个英雄呢，它这个技能是有些像死哥的那个 Q 啊，一点就出去。然后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他这个杰拉的这个英雄的一个天赋吧，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英雄的这个主要技能。
他的这个天赋呢，是当杰拉死后，他会暂时这个回到植物状态。2秒钟后，他可以按下任意技能键来朝鼠标指针处发射一个这个就像毒刺儿一样的东西，然后对命中的每一个敌人造成124点全真实力伤出害，击！植物形态最多持续8秒。也就是送说，你毒！他有些像死哥，当我死完以后呢，我还可以发出一个高伤害型技能，而且是不计算当前我们这个伤害的人数。没有递减的一个真实伤害的一个技能，所以说他这个英雄也可以看作和死哥一样，有一个死亡以后的一个持续输出的一个能力。W 这个技能呢，其实是他的一个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是 W 这个技能是属于这个植物人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技能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这个技能，哎，这个凤凰与皮肤，Such a 这个鹰蛮好看啊。哎，没补到，尽量不要和自己小兵站在一排，哎，尤其是对这种这个穿透型的技能的人，不要站一排。Wait until my seeds take root. 看一下下路，我们要 gank。哎呦呵，Just a 好，拿到一血。啊，继续补兵。这个小兵杀了我们这个，但是这样，凤凰依然是在留着他的技能，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他这个花的这个技能呢，花骨朵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他就是一个属于中心技能了。为什么说他这个花骨朵属于中心技能呢？其实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这个技能呢是属于一个范围型的，就像这样。而且前期呢，他这个花骨朵呢是有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效果。猴子上来了，他应该去放眼睛去了啊！不要着急，狙点，躲掉，不要着急，哎，不要着急，现在放出来，好，大家看到我这个花骨朵。变成一个大花以后，打对方的凤凰是很疼的。升一级的 E，前期呢，其实我建议大家这个不同的英雄，我们点的这个技能点不同。这个等一下，稍后我会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先不着急，先继续补兵。没有补到这个。但是我要说一下，它这个花骨朵呢，其实是可以用作一个侦察，它的停留时间还是蛮长的，而且它是不耗蓝的啊，不耗蓝的。好，我们这边目前是人头数很领先。好，继续补兵。我们这边战争之眼是想对这个凤凰有想法，其实前期打凤凰没有必要这个打得特别激进。定一下，砸一下，哎呀哈，哎呀好疼啊，不过这个凤凰的法伤也不高。继续搏。哎呦哈！定住，打一下。好，不着急。好，中。慢慢摸。他这个英雄其实在前期的爆发也不能说是弱啊，绝对不能说是弱。但是他这个英雄比较偏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输出呢是很有前提的啊，很有前提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花骨朵必须是有。就说 W 这个技能必须是两次，继续搏。啊，不着急，继续。好，一定要注意，不要和小兵站在一起。好，凤凰这个技能用出去了。
慢慢的补。Such a busy world. 嚯，到六级他开始这个浪了啊！啊，还是要小心，和凤凰玩千万要注意，一旦凤凰有大，那么真的是不好说。这个凤凰前期是留着自己的蓝，啊，还是挺注意的。哎，压凤凰，压他，啊，不解释。因为我前期带的是多蓝，而且呢，他这个英雄的 W 技能是不耗蓝的，所以说呢，我们前期呢，怎么说呢？前期他这个英雄是的确是，这么打的话，这么看的话，大家看到他不是很费蓝是吧？其实他这个英雄还真的是蛮费蓝。但是我们前期遇到的是凤凰，他是有强力的这个攻击型技能，所以说呢，哎，没必要跟他这个硬打。然后我要说一下，他这花咕咚呢是有一个战斗状态和一个非战斗状态，这个战斗状态。比如说现在啊，我把这个咕咚放在这个塔下，那么就是一个非战斗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方的防御塔是不会攻击他的。人都是3-3，3-2。好，我们这边我依然是在准备。好，战争者要给我这个打一下蓝 buff， 非常非常谢谢啊。好，拿下一个有蓝 buff 的植物人啊，和一个没蓝 buff 的这个大鸟，盯住。哎，好好，哎呀，没有炸到，哎，这可惜了，这我嘚瑟了。不过这个战争巨人，你得把蓝 buff 打回来啊！好，凤凰这么打的话，他跑了不了了啊，跑不了了。哎，战争巨人是 AD 英雄，凤凰是很怕 AD 英雄的。哎，但是对方来了一个六级的战争巨人和双，哎呀，还是被拿了，还是被拿了。这刚才我有些浪啊，蓝 buff 被凤凰拿了啊，不过没关系，继续慢慢打。继续借这个机会继续介绍他这个英雄啊，他这个天赋刚才蒙哥说完了，然后再说一下他的技能。他的技能不论是 Q 也好 E 好，都围绕着他这个中心 W 这个技能。这个技能呢是有个主动一个被动效果，他的被动效果是减技能 CD， 也就是说呢，他这个英雄呢，技能 CD 的时间呢完全可以给他弄得很快。哎呦，我们这边怎么上来掉一个？掉的真不是时候啊！哎呀，有蓝 buff 的这个战斗机来了。好，慢慢来，不着急。我感觉凤凰貌似要去，哎，啊，这里放了一个眼睛。好，引过来。啊，慢慢补。啊，跟凤凰对还是挺抑郁的，尤其是会玩的凤凰，控制能力太强。哎，打不到。啊，慢慢的来，不着急。他这个 W 技能呢本身是有一个主动效果，就是说他这个30秒呢，哎呦呵，每30秒呢会这个产生一枚种子，这个有些像这个小飞机的那个大啊，就是说每隔一定时间它是有一个外的一个什么这个技能的增益。啊，就凤凰玩的还可以。凤凰应该是上对方那边去帮他们这个英雄去拿蓝 buff 去了。
哎，就烽火升墙。其实我完全没有，刚才完全没有这个想到对方会升一个墙，哎呀，这也是我吃亏的一点啊。继续来。啊，不着急。好啊，好。那就烽火法伤现在很强啊！看看这边，兰博和战争，哦，我们这边德邦还是连上了。下路的话，还是两边还是在这个僵持啊。十个小心，十个小心。啊，给我隔开了。啊，这个凤凰始终对我是有想法。哎，搞定。哎，小样，对我有想法，这就是报应啊，报应。不过这个凤凰为什么他为什么死了呢？我感觉他好像是应该有个蛋啊。啊，对，刚才蛋被我们这边战队员给打了。血不多呀。好，这样，哎，拿一下这个小兵。Such a busy world. 啊，蓝 buff 又打回来了，这点比较好，有闪现。好，继续，抓一下小兵，回去出抓。他这个英雄呢，是作为一个法师来讲，那么首先呢，他没有突进型技能啊，他没有突进型技能，但是他有一个控制技能，也就是说是他的 E， 而他这个种子呢和他的 E 的配合呢，会这个就等于是产生一朵花啊，一朵花。那么这朵花呢，就会这个影响对方的移动速度，并且呢对对方造成一个不是很高的一个额外的一个伤害。其实这个人吧，叫他植物人，我觉得真的是由衷的对，因为他这个英雄看下路。哎呦，牛头还活着，漂亮。但德邦死了，凤凰在内线。啊，这个现在我是有蓝 buff 啊，各种技能各种撸啊。啊，推线。哎，来，上塔已经掉了。好，来，扎到。哎，谢谢，这么好呢？怎么没扎到？哎呀！哎，漂亮！啊，这对方这个凤凰对自己的操作还是很有信心啊。蓝波来了，要小心。哎，其实他这个英雄新英雄，我觉得和蓝波也是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哎，继续让我的这个小花，哎，祖国的花骨朵，哎，继续，啊，这身上这个蓝 buff 直接变成红 buff 了，这蛮搞笑。继续往前，继续种花。大家看到他这个血也让我磨得不像样子，但是我觉得对方现在两个英雄看不到，还是很危险，不要轻易的上，不要轻易的上。那这边，哎呀，哎，牛头还杀了对方一 Z， 不错，坏了，哎呀，我一猜就坏了，
这也没用。技能 CD 鞋，那么我还是比较习惯于出法穿啊，把它玩成一个输出型的。哎呀，切到了，漂亮！对方凤凰玩得非常好。哇塞，还是要买两个鞋呀。对方凤凰杀了几个？杀俩，跟我一样，比我多一个助攻。据说他这个新英雄，他这新英雄呢，不论是 Q E Q 也好 ，E 也好，也就是说，他两个技能都是建立在他的这个 W 这个花骨朵的这个前提上。当然，他这个花骨朵呢，是可以给他种出来一朵花，就像这样。但如果说我们不释放这个花骨朵的话，那么他这个花就不会出来。其实前期我建议大家这个主点 E 和 W 其中一个E 和 Q 其中一个，副点的一定要点 W， 因为它可以减我们的这个技能 CD 时间。还是要小心，看不见凤凰，控制一下，弄一下，跑了吗？好，战神之影去了，拿一个助攻也好嘛。蓝包和这个新英雄这么耗的话，我觉得有些不靠谱。他这个新英雄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真的是有些像大头。回下来，哎，我们这边德邦怎么又掉了？这不要人命吗？这不，哎呦呵，丢防盲僧来了，哎，小心。他这个新英雄，说实话，他没有这个保，没有什么保命强力的保命技能，好不容易是有一个空吧，还是一个不到一秒钟的，哎，这有些纠结。啊，继续，把血吃掉，我们这边蓝 buff 好了，去打一下。下路的话，大嘴和牛头配合还是可以的。两个，一套技能，然后可以让我这个小玩意儿啊花骨朵去打这个 buff， 看不到对方凤凰，一定要小心对方凤凰过来抓，从上面绕，小心能渡万年船啊！哎，这个小兵还是要打的，凤凰又打蓝 buff 啊！我也有。The harvest is upon us. 闪现了，我也闪。Take careful steps.好，拿下，但是凤凰还是没有死。这边蓝波来了，可以忍忍，放两个花骨朵在这儿等他。啊，他不从这边走啊，从这边走了，哇！啊，可以截一下，可以截一下，这完全可以截一下。好，拿下，钱很多。对方凤凰刚才是逃了一劫，但是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来看还是少人啊。有些顶不住。回城。我们这边德邦又连人了，哎呀，真不容易啊。然后出什么？时光。
因为他这个英雄真的是很脆，相比较这个脆皮而言呢，我感觉他和凯南属于一个级别的啊，他和凯南属于一个级别的。所以说在 AP 里面像他这种英雄呢，我觉得是一个挺格路的一个英雄。首先呢没有突进型技能，第二呢没有强力的控制型技能，他的 E 呢虽然是能控制，但是他这个 E 的定住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并不长。好，依然是主点我的 Q 或者 E， 然后副点 W。 放我来了啊，不着急。对方想要强推我们这边的塔哦，我发现了。哎，不对啊，猴子这个猴子在这里啊，猴子在这里，我从这边绕。哎呦，好好杀掉。大家看到他真的是很脆啊，他真的是很脆，漂亮。凤凰没有蓝了，他没蓝了，他没蓝了。干点啊，干点啊，哇哇哇，哎呀差一点点啊。我说说他这英雄真的很脆，大家发现真的很脆。所以说他这个英雄呢，在这个打团战的时候一定是属于这个后排输出，而不像是凯南这种可以突进型技能的这种还有保命技能的这个英雄，他对于生命的保护真的不高。其实刚才对方凤凰是定了我一下，如果是没定我那么一下的话，那么我又收人头了。他这个英雄的大呢范围是非常大的，可以直接覆盖这个中路的所有的地面啊，大家看到可以直接覆盖。我们这边德邦因为走尿线，所以说被对方蓝博压得很难受，人头数我们已经领先了对方十个，对方下打掉了。我现在还蛮需要蓝 buff 的。其实他这个英雄的出装呢，我觉得吧可以走几个路线，一个是比较这个偏肉的一个控制路线，一个是比较脆皮的一个输出路线。定住，好，直接打。Venture off the beaten path。哎，我现在因为我是走的一个极限输出的一个路线，所以说我现在的法伤已经很高了。没有绑住，大家看到我现在打人很疼。好，他在这里，我也在这里。Things aren't always what they seem。好，再放一个。使技能，捆住。Take careful steps。定一下。哎，又一个，这个猴子明显是送啊，明显是送啊。凤凰是强制的把我们隔开了。有血吃掉，推对方中塔。我要说一下，他这个 W 这个技能呢，放在对方的塔下不会被对方塔打。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的塔，把这个花姑娘的变成花呢，不论是 E 也好 ，Q 也好，它都不会打对方的防御塔。也就是说呢，它是搜寻一个可怎么说呢，就是活的目标啊。它这个技能是攻击一个活的目标。好，困住。凤凰在抹血呀。蓝博来了，我。我现在没有蓝，控一下，走啊走啊走啊！哎呀，这不应该打了呀！天哪天哪！不过我们这边真人支援还是把凤凰杀了，好强！这样我们中塔，这样就不好说了。
哎呦，该走喽。Just a harmless flower. 啊，刚才这一波团战打的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我本身就没有蓝啊。但是我们这边下路兵线已经很好了啊，上路也推过去了。哎，时光杖已经出来了，然后再出就是冰杖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走一个暴力流的，那也可以把这个法穿杖出的稍微早一点。但对方有凤凰，那么出冰杖是比较好的。Q 这个技能呢，是在这个地上发芽，对区域内的敌人造成一个纯魔法属性的一个伤害。如果致命这个绽放是命中了一颗种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W 配合 W 这个技能，我刚才所说的Q 配合 W，E 配合 W， 会长出一个大花啊、大花，这个造成一个魔法的属性的攻击，就像这样，我放一个种子吧，然后放一个技能在种子附近，它就会生长出来。盯住。好，拿下。大家看到他这个定身效果还是可以的。哎，我们这边的远距离输出还是可以啊，继续等。哎，我们这边大佐是在用他的技能啊，在耗啊。我好拿下，我在这里开视野，定住。我们这边真是太强硬了。哎呀，我貌似出不去了。哎，能出去，哎，能出去。哎，哥出去了，哥出去了。哎，哥躲过了，哥扎你，哥控你。哎，你想杀我门儿都没有啊。哥跑了，哥跑了，哥跑了。哎，还少，没记性你啊。哎，这个英雄真的是一个劲儿的抓我呀。哎，哥跑了，哥还是跑了。杀我死三，十个助攻。其实他拿人头的能力也很强，只不过就在团战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瞬间输出呢，比较依靠一个，就是说我们把两朵种子放在一块，然后对方呢是直接踩在我们这个 Q 或者是 E 的这个里边。走，我们这边已经领先，还是领先对方十个人头啊！但是我非常需要蓝 buff， 这个新英雄呢可以给他走这个减技能 CD 流的一个路线啊，这是非常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其实我的这个新麦啊，这个买完以后呢是没有这个调试。听起来你们也许听着很爽啊，但是我听起来非常别扭。对方拿男爵啊，但是，啊，撞死。Things aren't always what they seem。有啊，还有这好事呢，对方的蓝 buff 竟然留着。哎，拿下对方蓝 buff，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事儿。我们这边想要推对方的上兵线，这边大嘴要走啊，我感觉大嘴走不了了。Such a busy world。哎，大嘴其实可以强跟蓝波点的，哎，双红叉和无尽都出来了，那完全可以点啊。好，先不着急。好，拿下，那么可以抓一下。他这个英雄的这个抓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哎，对方一直跑了。Things aren't always what they seem。六，对方一直反应速度真快啊。因为他这个花呢是有这个一个小视野，所以说我觉得用它来作为侦察也不错啊，作为侦察也不错，因为它是不耗蓝的啊，不耗蓝的。哎呀，给引过来嘛！
啊，这可以强杀。好，要小心这边。果然强杀。我们这边大嘴的攻击力已经起来了。哎呦吼！啊，战士影都要开始顶了。啊，继续向前，慢慢顶，慢慢顶，不着急。啊，还是不着急。好，啊，定住，再来。他的输出能力还是很高的。哎，这边。定一下。哦，这边牛一直在前面顶着，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这个位置不是很好。这个位置对于凤凰来说是一个极强的地方。猴子使用隐身，我还要看看他是不是要突进我。哦，我们战争之影要挂，但是我们几个人从这边过来了。定住，又一个人头。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我现在是没有蓝 buff 了，而我们这边上塔的塔线也不好，下路还推不进去，可以走，可以考虑走。这边凤凰还想留我们这边人吗？我要过去看看是不是要帮一下。哎，跑了，牛头可以撞呀，闪现有闪现应该早用啊，这被探险家粘住了就完了。啊，德邦还是跑了。啊，浪死啊，的确是浪死。好，往前带带兵线。Things aren't always what they seem。好，回城，又是1800块钱，出名账。这个时候多兰其实。啊，卖掉吧，卖掉吧。极限的提高一下自己的法伤，我们这边没人买400，我来。杀六死三，中攻十。他这个 Q 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区域型的一个魔法释放，就是说是一个纯魔法属性的一个区域型的魔法释放。然后呢 ，E 这个技能呢是指向这个不是指向性的，但是也是一个属于穿透型的技能。看到对方盲僧，他在这边。哎呀，这边没有打出来效果，对方一个人都没有杀掉。但是我们这边战士也很肉，逐渐向前推。我是买了400。凤凰这个大冰块其实是我们这个打团战的时候的最主要的这个劣势。我们这边并不着急啊。好，定一下。哎呀，哎呦，又一个。我杀掉了猴子，对方的凤凰也死了，那么现在可以说对我们这边来说是非常优势啊。定住，好啊，这猴子，哎，团灭，那我们可以这个借这个团灭推对方一波。哎，对方退了，这退的有些早啊。这退的真的有些早，其实他们只是刚刚的这个输了一波，人头数并没有差距差的那么夸张。那么好吧，那么介绍一下。
首先呢，它这个新英雄的这个植物人啊，它这个 Q 呢是属于一个范围型的一个指向型，这个指不能说指向型，就是范围型的一个魔法这个伤害型的一个技能。我先这样让大家看一下英雄啊，很久没有做解说了，这个可能是有些啰嗦，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技能，它这个 Q 呢是属于一个范围型的魔法型的一个伤害型技能，就像这样的啊，就像这样的。就像这样的是有一起到一个范围型的一个魔法伤害，然后呢如果说配合他的这个 W 这个技能呢，它是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变化啊，有一个额外的变化，看一下啊，大家看不看到，这是有一个额外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它这个 W 本身呢，它是可以用作侦查啊，它这个 W 本身可以用作侦查，因为它并不耗蓝，然后呢，存在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也是蛮长的，也是蛮长的，因为它这个技能的 CD 时间很快啊，技能 CD 时间很快，所以说呢，它这个英雄本身呢，并不是属于那种强力爆发型的英雄啊，尤其是这个像凯南啊，像这个虚空啊，它不属于这样的，它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像大头这样坐庄或者说是阵地型推进型的这种英雄。然后呢，它这个 E 的这个技能呢，就属于一个控制型的，就像这样啊，就像这样，大家看一下，也是属于一个法术伤害型的一个控制型技能。而且呢，它是穿透型的啊，穿透型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技能呢是一条线。在这条线的对方所有的英雄包括小兵啊，直接全部都会给定住啊，都会给定住，看一下啊，就像这样都会给定住。那么定住以后呢，对方是释放不了对方是释放不了闪现之类的召唤师技能，然后呢他这个技能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作先手啊，他这个技能 E 的这个技能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作先手，因为他这个种子呢本来就是只有两个啊，最多只能存两个，那么就是说呢这个缠绕呢我们可以不把它用在用作种子上，但是它这个种子的 CD 时间很快，所以说我们最高呢可以存到三个，也就是说先放一个然后再存到第二个的 CD 时间直接连放三个，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的。然后再说一下它的大范围型，大家看到范围非常广，从上边到下边全部都能给覆盖啊，全部都能给覆盖。而且呢放、这个释放这个大以后呢，是先是有一个法术型的一个输出，就像讲先是他有一个法术型输出，然后呢就像女巫露露这个英雄的大一样是有一个控制型的，而且是全控群控。那么他这个群控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约的时间，跳起来跳下去将近一秒钟，也就是说他的大呢不但是有这个群伤啊，魔法属性的一个群伤，还有一个群控，将近一秒钟，从起来再到降落将近一秒钟。那么就说它是有两个群控，一个是 E 的这个技能是一个群控啊，它绝对要算是一个群控，但是如果配合它这个 W 这个技能呢，那么看一下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下边这个变成下边这个 起到给对方减速的一个效果。这毒也挺慢啊，真的很慢啊，加 QQ 的啊，各种加，然后一会儿蒙哥再给他加。大家看到他这个 W 呢，在停到这里呢，我要说啊，他这个 W 的技能前上面这个是这个配合 Q， 下边这个花呢是配合 E，Q 的这个花呢是起到高伤害，高伤害没有控制。E 的这个花呢是起到一个低伤害控制技能减速，也就是说它这个英雄如果说你们想起到一个杀伤性的一个作用的话呢，那么两个骨朵花骨朵，然后用 Q 呢去这个直接是给它释放，如果说想起到一个强控呢，就可以利用 E 了啊，就可以利用 E 了。当然它这个 E 呢是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花骨朵放在对方英雄前面的话，然后呢我们在与对方英雄一条线的时候，就是说对方英雄不在花骨朵这附近的话，或者说是也在也可以，那么直接释放 E 的这个技能，对方会困住，然后呢我们这个花骨朵呢还会给对方持续的一个减速。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英雄呢爆发属于一般，爆发属于一般，生存能力
属于中下等，在 AP 里面属于中下等，因为它没有这个虚空那种强力的穿透这个穿墙型技能，没有凯南的这种提高速度的技能，然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他这个英雄的生存能力一般，这个强力爆发一般，耗血能力偏强，对于团战的这个作用呢偏强，这个是他这个最大的一个优点。也就是说，如果说是给他配置成减 CD 类型的这个玩法呢，他可以利用他的技能 CD 时间短，然后控制偏多控制型技能多的这个特点呢，去放对方的风筝。对方的风筝，然后也可以说是持续的耗血，持续耗血。其实给他配这个装备的话吧，我觉得给他先配一个饮血枪，科技枪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吸血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个英雄的生存能力真的是很低，而且呢，主要的技能均是不能说主要技能，所有技能均是属于一个这个纯法术输出，再加上呢，他的这个技能呢，怎么说呢？再加上他的技能比较偏向于他的这个种子的 CD 时间，所以说在前期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说我们也可以打猥琐点，也可以打的这个比较强势一点。我们哥的嗓子，喝口水啊！这个说到这儿，其实也我感觉时间段已经很长了，但是我真的很想就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他这个英雄的玩法以及出装。其实出装没有，还是那句话，没有固定的。那么玩法呢，就是最主要的还是熟练啊，最主要的还是熟练。其实玩他的话呢，就是他是比较需要强力控制型技能的队友来保护他，因为他这个英雄死完以后呢，也是跟死磕差不多，还是有一次真实伤害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他这个英雄本身，我觉得还是挺强硬的，还是挺强硬的。如果说是中路对线的话呢，大头跟他对还可以。这个其他的，你像凯南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会被他给往下压，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法术伤害，安妮这样的，能够这个应该是他能够把这个对方能够往塔下压。优点和缺点并存嘛，优点就是他的控制型技能多，缺点呢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比较偏向以及依赖于自己的 W 这个技能的 CD 以及他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第一个这个 Q 的这个主要伤害性技能到底能不能打到人啊？到底能不能打人？其实他这个 Q 呢和 E 呢单独也是可以使的，不依靠 W 依然可以啊，依然可以。所以说他这个英雄玩的操作起来呢难度会比较稍微高一点，比较繁琐一点，当然还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好吧？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录到这里啊，将近50分钟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蒙哥 YY 135，蒙哥 QQ 35856210。那么啊，我先加一下 Q 啊。各种加，各种加，各种加。啊，好累啊，摁的。啊，这个希望你们也成为蒙哥 Q 里的一份子。什么玩意儿？我靠，好吧，下个视频再见，拜拜。